大家好，我是 Jun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支视频会给大家做兰蔻家新出的滋润型遮瑕精华和 YSL 的三款底妆测评。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肤质，我是夏天 T 区会出一些油分之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大干皮。因为我常年长痘，所以我有痘痘、痘印、痘疤的遮瑕需求。我还是个敏感肌，所以我有红血丝和毛孔粗大的困扰。如果你的肌肤和我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希望我的底妆上脸实测测评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作用。另外，我所有的上脸实测完全都是在正常的自然光的情况下拍摄的，不会打任何光，也不会加任何的滤镜，100%给大家呈现最真实的上脸效果。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开始吧。首先是兰蔻家的 Tenido Ultra Wear Clear and Glow Serum Concealer。兰蔻家的 Tenido 我之前也有给大家做过测评，我还挺喜欢它这一款常青的粉底液的质地。这一款是23年初秋刚刚新出的标榜滋润的遮瑕精华液，还是一如既往玻璃的质感的包装。最近我还入了这款 Real Technique 家的双面粉扑，一面是有点像气垫感粉扑，另外一面是比较无纺布的这种用来上干粉，拍在脸上有一点点偏硬，没有美妆蛋或者是气垫海绵好用。这一款二合一带着出差还挺方便的，但是平时在家里我不太会用这一款。上脸拍开后它是比较轻薄的，我觉得它的遮瑕力是差不多中等遮瑕的粉底液的一个遮瑕水平，比较稀，遮瑕力不是很高，适合我本来的肤色。整体出来的妆感就是这种比较健康的光泽感的妆效，我又叠加了一层，遮瑕力是上升了， Undertone 的黄调就出来了更多了，不是我喜欢的肤色的感觉。另外在我鼻翼四周皮肤比较粗糙干燥的地方，它也出现了一些卡纹和起干屑。很多标榜适合干皮的底妆精华或者是底妆油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干皮。接下来是 YSL 加大名鼎鼎的 All Hours Foundation，标榜24小时持妆全遮瑕粉底液。因为我手头上的试用妆色号都偏深，所以我会用 B50 Honey 来做上脸实测，给大家看一下质地。YSL 家的化妆品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香水味，我觉得使用感上来说还是挺好的。遮瑕力算不上是全遮瑕，应该是中等偏上，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到我的痘痘痘印。虽然它标榜是24小时持妆，但它不是我之前认知上的比较雾面的持妆粉底液的感觉，它的妆效是偏奶油肌的，光泽感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妆感很重，就是脸上的粉感很重，这一点我不是很喜欢。接下来是 YSL 家的明彩遮瑕笔，这一款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空瓶一支，当时是因为不小心买到一个偏白的色号，我没有把它当遮瑕，而是完全把它当了鼻梁打亮。现在正好我手头有它的试用妆，再给大家重新测评一下。二号 Ivory 虽然会有一点点带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色号，遮瑕力我觉得很过关，是我心目中可以排靠前五的高遮瑕度产品。虽然它的质地是偏厚重，但是在我这个毛孔粗大的很多凹凸不平的皮肤上，它感觉还是比较平整的，不会深陷在毛孔里，的确是会有一点点偏干，但是如果我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妆前隔离乳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规避。它出来的妆容是健康肌肤会出现的一些小小的光泽感，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这一款我还是很喜欢的。接下来是他家同系列的这一款 All in One Glow，应该是 Tinted Moisturizer 一类的有色润肤霜，它有 SPF 23，我手上一共有三个色号，我会觉得 B30 Almond 杏仁色会比较适合我的肤色，所以我会用它来上脸给大家做测评。的确它的遮瑕力非常非常低，我的痘痘痘印和毛孔都非常明显，的确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奶油肌的水润感，但是仔细看它干皮的现象会比刚刚的那一款遮瑕更严重，就算是我嘴唇上方这一块平时都不会有什么妆容问题的地方也出现了很多的白头。如果你是没有什么毛孔没有什么瑕疵的女生的话，可能会喜欢这一款。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我个人会比较推荐 YSL 圣罗兰家 High Cover Radiant Concealer 遮瑕明彩笔。
毕竟我自己已经空瓶了一支，我还是要时不时就会在自己的官网上疯狂的打折，所以以后如果我要凑单的话，我是会把这一支带上。如果你喜欢像我这样真实的上脸实测的话，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给我一些鼓励。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彩妆或者是护肤品的 review 的话，就请点击关注我，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你就能及时收到提醒啦。目前为止我给自己的目标还是每周至少更新一支视频，节假日的话会给大家尽量多更几支。那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我们下期视频见了，拜拜。